现在来到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东埔服务中心，准备办理线上报到。报到成功。现在是要用这个身份证刷条码就可以报到了。报到成功。OK。今天是113年1月5号，我们五男一女要前往八通关越岭道，来挥手一下呗。Hello。好 ，OK， 准备出发 ，Go。黑熊出没，注意安全。云龙瀑布。云龙吊桥。好天气。才来到旖旎瀑布，现在抵达对关注再说。来到观高坪，休息，好，休息喽。未来的观高山屋，准备在这边盖山屋啊。这边 view 很好，不错。抵达观高工作站。行程第二天，现在早上6:10出发了。
前方八通关注在所。照路走就对了。这是那边这边嘛。真的还有两个门哦。有两个石柱。这是佛坎的。真的有两个石柱。在石柱里面就。这博坎都还在，八通关注在所。这边是八通关住宅所的入口处，它的前方呢，这是停机坪，啊，紧急救援的时候的停机坪。八奈一刻山路，抵达中央金矿山屋，哇，把鞋子撕掉。109.8。哎呀，到大水库山屋了。
大水库结冰了，全部结得满满的冰，太爽了。行程第三天，今天要到托马斯营地扎营，现在是6:40，出发。达米亚桑住在手，冬季新款米亚桑住在手，满满的松萝，往托马斯营地4.1K 的地方是马萨布住在所，不去吧，这里就住在所了。那上去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没有很大。哦，酒瓶还很完整啊，不要少人来的地方，酒瓶比较完整。落叶大道。往托马斯 1.6K 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莎莎拉比住在所。这边有个住在所啊。
托马斯营地到了，这边还有围着这个以前的铁丝网。托马斯住在所。还有酒瓶。哇，下面还有一层呢。哎。天幕都现成的，天幕都现成的，哇！你看这个佛龛，嗯，还很完整啊，佛龛还很完整。第四天，今天托马斯要到大分山庐，出发。右边这是旧的桥，左边是新的伊西大桥。哇，有漂亮的佛龛。哦，是是是，漂亮漂亮。希拉住在所，完整的，嗯，很完整的博坎，人字形博坎。应该我徛到遐翕一支完嘞。
塔达芬住在所。塔达芬住在所。也是土格住在所。博坎都倒光光了。土格崩壁上来陡升200啊，累啊，累累累累，真的有多累啊。这边是拉古拉住在所啊，下面这边还有楼梯可以下去，下去住在所的位置哦，那边有博坎，那边有博坎，啊，那边有博坎。哇，漂亮漂亮！铁线飞瀑啊，铁线瀑布。哦，是油是油。哇，水好干净啊。好几层呢，前方就是大芬山屋了，终于抵达今天第四天我们的住宿点大芬山屋，漂亮的山屋。今天行程第五天，我们要从大芬山屋去华巴诺炮台看炮台，大芬吊桥。华巴诺住在所的路，顺着溪一直上，陡上，路况没有很好，有点陡。抵达了华巴诺炮台，这个住在所华巴了，华巴诺住在所啊，都已经倒掉了，看不出来什么样子，一点点。哦，前面还有门，还有门，看到一点点。
华八路住宅所。好，这间是放炮的地方。这个是殉职什么碑啊？大分事件被杀的这个日本人殉职纪念碑。早安，今天行程第六天，我们要从大分山屋前往八百山屋 ，Go！来到这里是。大分往多美丽住宅所必经的连线，越过这边就准备往下切了。这边海拔2138公尺。最遗忘的旧景线，距离大分山屋5.1公里，现在离。多美丽住宅所，大概800公尺。有熊的森林呐、被遗忘的旧竹线是这样子啊？这个是以前的路啊。对啊，以前路线。啊、这条哈、前面这个是旧的玉林道，但是从大分过来，这个都没办法走了。熊有熊的森林、漂亮。从崩塌点开始往这个多美丽住宅所还有800公尺，这段路就接回到原来的月岭道，路况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现在抵达的就是多美丽住宅所，很完整的一个住宅所，这边吧，门在这里耶。确实，有点辛苦，走深600多。多美丽住宅所。哇，这也是好几层哦。上面还有一层。哎，这边有一条路哎。嘿嘿。哇，它像一个堡垒一样啊。这个博坎漂亮，
可惜有点雾。来到新康山登山口，你报来山雾还有 2.2K， 谁要上去新康啊？赶快去啊！我在报来煮饭等你们。本来那个只有西西啊，那个是登西西啊，我们是二月来做啊，二月好长，就那个。现在要经过的这个是沙墩隧道。是八通关越野道唯一的一座隧道。隧道经过之后呢，就是石洞吊桥。石洞吊桥。抱崴桥到了，准备到山路了。抱崴山路到了，今天晚上住这里包栋啊。今天行程第七天，要从抱崴山路到瓦拉米山路，现在经过了。就是蚂蟥大道啊，这边湿气很重，所以蚂蟥很多。不好弄哦，这滑啊，这个木头。前方十里住宅所，这个住宅所还是蛮完整的。上去了，好，远观 ，sweet， beautiful。从抱崴山屋往瓦拉米山屋，好像走在迷幻森林之中。打瓦拉米山路的，哎，我来拉一下，嘴巴靠近，我来看有没有拍。臭小子，偷吃鬼，爱吃鬼，跑掉了。瓦拉米山路的樱花已经开了，地上有樱花，樱花开了，看一下樱花。早开的樱花，山樱花，山樱花，不错不错，今天可以包栋了。鸡来了，鸡来了，水果，水果来了，还有水果来了，水果，还有酱油，哇，高粱，一切信息。八通关越野道。第八天行程，今天要从瓦拉米山路出登山口了，准备出发。黄马一号吊桥，赫西帕兰世界殉职者之碑。鲨鱼头，鲨鱼头，鲨鱼头，有像吗？哦，有一点的。
哇，烟花开了，满地的烟花树。这边设施还不错，有厕所，有凉亭，可以在这边扎营。这边手机也有信号，以前的嘉兴住宅所。山峰一号吊桥，山峰住宅所旧址。终于抵达登山口，八通关越野道全段完成登出，恭喜 Lisa！ 开心！恭喜恭喜，登出了！普吉也登出，普吉登出，普吉登出！恭喜一山，恭喜阿佩！八通关越野道全段登出，照顾了八天。恭喜毛哥，八通关越野道全段登出，成功！成功！我靠！